好，底部完成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要起脚边框身了。起脚点呢，其实就是每条边的中心点，有四条边啊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大正方形，有四条边，每条边的中心点呢，我都用发夹标出来了，就是它的起脚点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还有这是一个，这四个是起脚点。我们把这四个起脚点这样连起来，连起来呢，它就是框框的底部。你看，刚好是一个正方形的图案，就是这个正。这个带子它形成了一种正方形的图案，就是我们框框的底部啊，它外面还会多出来四个小三角形，那是框身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起脚，就是你找起脚点呢，你就找每条边的中心点啊，不要找成角落里的，角落里的呢，它只是防止带子散开，它不是起脚点。现在我们来起脚，起这一个，把这个带子这样子弄上来。好，起脚呢，就是给它凑成两根两根的就可以了，因为它是压压条啊。你看啊，这一根带子，我们就是把这样的带子合起来，合起来，它就是起脚了，就是让一些地方给它折上去，有框身。好，这一根带子你就看啊，合的时候你就看它的底部，看这里它是挑了两根，反正不是挑就是压，它就是凑两根，挑和压都凑两根。这里它挑完了，接下来要压，那它过来就压两根，压两根，然后又挑两根。又压两根，这个就是起脚了啊！你看，就弄好一根了。然后你这里呢，弄多高都行，手捏不下你就停下来，就是到你手捏不下的时候停下来就可以。下一根，下一根，你看这里它压了一根，压要给它两根，那过来再压一根，就一二，就加起来两根了。然后又挑两根，压两根，挑两根，好，起好第二根。然后下一根这里是压了两根，那过来就挑两根，然后又压两根，挑两根。这个带子比较滑，那你拉的时候就这样几根几根的拉，不要一根一根的很使劲那种，那种就会把带子拉出去掉。再下一根，这里是挑了一根，挑要两根还不够根，过来再加一根呢，一二，然后又压两根，挑两根，压两根，挑两根。好，弄了很多，实在捏不下来，你就拿发夹给它固定住。不然它会散开掉，然后呢，你手就可以移到这里了。这里是挑了两根，接下来又压两根，挑两根，压两根，然后下一根这里压了一根，压的不够一根，过来再加一根就两根了。然后挑两根，压两根，挑两根，又下一根，你就是不管几根了，你给它凑两根就行啊。这里喏，一二压下去，然后又一二挑起来，一二压下去，一二挑起来。这个样子，然后再下一根，这里挑一二挑起来，然后一二压下去，挑起来压下去，然后再下一根一二挑起来，然后一二压下去，就这样啊，凑两根。好，这里呢弄的差不多了，你就可以停下来，你也可以把这里弄完，就是有一点脚高度，你就可以停下来。这个捏不下，你就拿发夹固定住，也可以把它弄完，我们把它弄完嘛，你看下一根。一二压下去，一二挑起来，然后又下一根，一二压下去，一二挑起来，再下一根，挑两根，压两根，挑两根，就给它凑两根，这样呢脚就起好了。好，这里，好，这样子我们脚就起好了。起好后固定小发夹，给它固定稳固。一个脚起好，你看这里有个脚了。接下来第二个啊，你起脚的时候，你看。这里面它是有一个正方形的图案，纹路的图案。那这是一个角，顺着它过来，顺着里面这个正方形图案，就是正方形图案的四个底面，就是四个角点过来就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刚好就是外面大正方形的，就是带子形成的正方形，不是图案形成的正方形的那个一条边的中心点，就这个地方。所以下一个起脚点是这里，你就给它转过来。四个角都是一样的起法，给它凑两根。你看它挑完了，接着就压了。它不是压就是挑，就是总是给它凑两根就行了。好，这样弄到手捏不下，你就下一根，下一根这里压了一根还不够一根，过来再加一根，两根了，然后又挑两根，压两根，挑两根，然后再下一根，这里压了两根，那过来再挑两根，然后压两根，挑两根，用发夹给它固定。再下一根，这里挑的还不够一根，再加一根就两根了，然后又压两根，挑两根，
再下一根，这里跳了两根，接下来就要压两根了，数两根压下去，又数两根跳起来，就是凑两根就行了，很简单很简单。然后再下一根，这里压的只有一根不够根，再加一根就两根了，然后又挑两根压两根，再下一根，这里你看差不多有一点高度了，你就可以停下来下一个角了，但是要拿发夹固定好，那起好两个角一条边就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再找第三个角，这样两个角就起好。你看这个纹路形成的顶点是不是这个，你就对过来，也是外面这条边的中心点，这个地方你就移过来。好，四个角都是一样的起法，都是一样的起法。这个袋子它遮住了，哎呀，它遮住了。你看啊，这里挑了两根呢，接下来压两根，然后挑两根压两根，到手捏不下的地方停下来，下一根，这里压了一根，压的不够根，过来再加一根，然后又挑两根压两根，挑两根，再下一根，这里压了两根，过来挑两根压两根，挑两根，好，再下一根压两根，就是给它凑凑够两根就行了，这里袋子把它遮住掉了，手捏下就用发夹固定一下。好，这种散开的你也可以把它凑起来，这里不小心散开了啊，你还是压两根挑两根，这个规律只要这样子它就不会凑，把它凑上来，这里也是啊，看总是给它凑成两根两根的，散开了没有关系啊。然后这个袋子比较滑，它很容易散开。好，散开了，你可以把它就凑两根的方式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。多固定一些发夹。好，差不多，我们就下一个角了啊。好，下一个角就第四个了啊。第四个呢，就这个地方，你看里面的纹路啊，里面的纹路，这个正方形，你看这一条边，这一条，这一条，这两条这样对过来，就是这个顶点，也是外面这条边的这个中心点，就这个地方啊。好，拉过来，又是一样啊。你看这一根，又是把它合起来，这里挑啊，那接下来压啊，然后挑两根。压两根挑两根，这个样子，下一根这里压了一根，压的不够的根过来再压一根，然后又挑两根压两根挑两根，再下一根这里压了两根的过来挑两根了，就给它这样连起来就可以了，几根几根的呢你就拉一拉，如果松的话不要一根一根的拉。总是压两根挑两根啊，总是给它凑够两根就行，就这样连起来。好，有一些高度就拿发夹给它固定住。好，这样起好，那你看框形就出来了，它的底部就是这种一个正方形的图案啊。框形出来了，接着我们就往上编，就是找低的地方往高处编。怎么编呢？你看也是凑两根，比如说这里高这里低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，你看啊，拿起根袋子压两根挑两根，这样编上去，然后编了有点高度又下一根，又是这样啊，压两根挑两根，又是给它凑凑两根，然后又下一根，就这样转着转着，我们就这样编，其实和起脚那里编法一样啊，你看你就这样编，哎，编了这里比较高了，你就拿发夹给它固定好，固定好，然后我们又换下一个比较低的地方，这里你又找到一个比较低的地方，又是一样的思路啊，又是这样压两根挑两根，压两根挑两根，就是反正倒不是压，就是挑，压也好挑也好，你给它凑两根就行，比如这里数两根压下去，又数两根挑起来，不是两根的就不对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又把这里编的比较高，又找一个低的，这样转着转着编，把它编高，编的就是袋子比较短的时候你停下来就可以，好，后面就自己编了，都是一个步骤。
编到带子只有10多厘米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它调平了。这个带子呢是长长短短的，你只能称短的。你看这边的还比较长，这里比较短了，我们就称短的这种，就是至少给它留出个10厘米，不然的话没办法收尾啊。好，这个地方大概就只有个10来厘米左右了，那我接下来编到这里就停止，我就是要这个高度，就在这里把它调平了。来看怎么调平，就是你弄到这个高度就不编了啊。那我就确定好了要这个高度，你就弄上一个发夹，然后下一根带子你就从底部这样编上来，编上来，编上来，编了和它一样高，你看啊，和这根找到方向一样的，和这根一样高的时候你就停下来，不再继续编了，这样就是一样高了啊。如果你非要往上编，它是能编的，你看你还可以压条，但是你这样一编的话，它就永远高高低低的，永远调不平，你没办法收尾啊。所以你到这里你就停下来，停下来不再继续往上编就行了。很多人就是调平这里不会调，总是不会停下，你放开手放开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不小心编高了呢，你看对着这里齐齐的把它抽掉就行了。这两根它就是在一个高度，你观察它在一个高度的两根条呢，它中间隔了一根方向，隔了一根方向朝另外一边的条啊。然后我们再下一根就要这个高度，你确定好了到那里停下来就可以。你看再下一根你又把它编到这里，和它一样高了，这种就是一样高啊，你观察它的规律，停下来就可以。然后又下一根，好，就转着把一圈的调成一样高，好，又下一根就和它一样高，停下来就可以。要继续编还是能编，你看啊，压啊调啊，你看这样一编嘛，这里它就比这里高了哈，你就从这里把它抽掉，多边的抽掉就可以了。好，自己把它全部弄成一样高，一边弄呢一边拉一拉啊，几根几根的把它拉紧，不要让它松。全部都弄了一样高之后是这个样子，框框的样子就出现了啊，是这种。弄了一样高之后呢，把四个角落就是起脚点的发夹给它拿掉。拿掉我们看哪里松，来拉一拉条，一般就是四个角落对着的带子比较松。你看这个它对到的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对上来啊，你按着它的条对上来给它拉好，两三根两三根，你就是把里外你的两圈带子全部拉一下，这样两三根两三根的全部拉一下，检查一下底部哪里比较松了，你就拉重一点，给它一圈的拉一下，外面这层拉好后呢，里面这层也拉一下。拉得比较紧了之后，我们就准备细铁丝或者是细钢丝来收口吧。好，先量一下它底部，底部呢是个正方形，你量一边就可以得出周长。好，大概是26点几，那我就算26厘米啊，因为后面还会拉一下。一边是26，26乘4就是104厘米。那我们准备的细铁丝呢，就是114这个左右啊。就是比它多出来几厘米，多出来5厘米、10厘米都行，两个头子要重合，重合那一点。铁丝长度呢，就是根据你量的底部周长算出来，它的周长比它多个几厘米就行了，多5到10厘米啊。比如说我的算出来是104，我就减114，或者说109都可以，就是109到114都可以，因为重合那一点头子啊。就是你多剪了多少厘米，重合的就是多少厘米。如果说铁丝比较细呢，你就可以弄两圈，看我这里就弄了两圈，这样子两圈。理论上呢是越粗的铁丝越好，但是太粗的你可能掰不动，你就用细一点的或者说软一些的，你弄两圈它就比较牢固了，不容易变形了。然后头子这里呢用胶布给它捆起来就可以了。弄两圈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啊，给它接头变成这种样子，这样子接头它有个地方就不突出了，还是用胶布给它捆一下，捆死，这边捆一下，这边捆一下。铁丝准备好之后，我们把它套在框框上来收这个头子，这样套进去，弄到这个地方上来。好，收的时候呢我们收里面的那一层，看这个袋子它是有里外两层，我的呢是方向在右的在外，方向朝左的在里，就是无论你方向朝哪边的在里，我们都先收里面那层。收的时候你先把里面的啊，你看里面的袋子，这是外面的，这是里面的，把里面的任意一根收的地方你就把发夹拿掉，没有收到的先不拿，不然袋子会散开，如果散开了呢你又编上来就可以。好，
任意根开始给它挑一出来啊，给它挑一，这里就不挑二了，这样挑一出来，挑一出来，然后拉一拉，拉紧了之后呢，就顺着它的这个斜度，你看它这个方向是朝左，你顺着它的左边，顺着左边这样下来，这样挑一出来呢，它这里靠着一根带子杆，顺着它靠着的这根带子，越过铁丝，然后从这里穿下来啊，从这里给它穿下来。拉紧就可以，好，这里你也拉一拉，给它纵出来，然后又下一根，下一根你就按顺序来了啊，你看下一根，这边也行，这边也行，你看这边的下一根，这它的下一根挑一出来，然后拉紧，拉紧之后呢，啊是这里啊，挑一出来，挑二掉了，你觉得不对不对？你看检查是不是挑错了？它靠着的这根越过铁丝，顺着它穿下来。这个可以再穿一点刺激啊，就把它拉紧就行。这个你也可以再穿一点，好，也可以这边按这边的顺序啊都行。然后下一根挑一出来，拉紧，记得拉一下。然后它靠着的是这根，靠着这根，顺着它从这里穿下来。好，一圈的把它这样子收好，先收里面的那一层。这样穿了之后呢，你看你拉了这一根。这个它就会显得有点松，你也拉一拉，一圈的先把里面这一层这样子收好，不好穿穿不动，可以先把带子剪斜一些再穿，或者把带子折起来。你看，把它这样剪斜一些呢，它就好穿很多了啊，这样子就好弄很多。注意拉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啊，会直接把它拉出来掉。你可以几根几根一起拉，先这样里面拉一拉，就是两三根一起。里面那一层全部收好之后是这个样子，现在就只剩外面的这一层了。里面的收好，全部收好是这样。接着我们就收外面这一层，也是任意一根开始，不好收呢，你就先给它剪斜一点。好，我就从我剪的这两根开始，也是任意一根开始啊。就是穿之前呢，你先给它这样拉一拉，拉紧，然后看啊，比如说这根，这个它方向是朝这边，我们就顺着它的方向这样下来，下来呢，你看啊，它是这样子下来，它和这一片对齐，你就从这里，你看这里它会遇到两片嘛，这样下来，这一片来压，这一片是挑，第二片是挑，第一片压，就是这，压这个，挑这个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顺着这里这样穿下去就可以了，顺着它穿好，这样就收好一片了。然后下一片，只要找到一根后面的，你一根对着一片，你看这里对了一片，这里要有一片，这里要有一片，这片就对它，这片就对它，就按顺序弄着走就行了。弄之前呢，先拉一拉，然后这个压第一片，挑第二片，就从这里，你就这样穿就行了，从这里穿过来，然后。拉一拉，这样穿下去，这边的松了，你也可以拉一拉。然后下一片，先拉一拉，然后顺着它，只要找对的一片，后面的跟着就行了。然后一圈的，这样把外面这一层收好。这样一弄呢，你看我们的铁丝就包裹起来，露不出来了。这样子穿下去，好，自己转着把一圈的收好。外面这一层也全部收好后是，外面这一层也全部收好后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些头子给它藏起来。看这个头子呢，你就是往下再穿一点，然后给它藏起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方向的，比如说这个方向的，我们找一根这样子短一些的。接下来你看它只够穿这里了，你就比着比它短一些，比这两片短一些啊，剪。然后这样藏进去就可以了。像这个还能穿到这里，你就再给它穿一点，也可以直接就在这里藏啊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藏，它还能穿的话，这样它就藏起来了。然后这边的也是一样，这个方向的也是一样。比如我这个就直接想在这里藏，你就卡对着，接下来它要穿这两片比它短一点点，写了。然后藏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转着把所有的头子都这样藏好，把它藏干净就可以。头子全部处理干净之后是这个样子，
好，我们这个框框就完成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样子的一个框框呢，你可以直接就这个样子用，也可以给它加个提手，就是小耳朵。提手那边的话，可以参考以前的视频教程，也可以买那种耳朵钉上啊，随便大家加或者不加都行。好，我的话就不加了，这个就算完成了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